3月16日，长安新 CS35 全面升级上市，官方指导价7.99万至10.39万元。作为长安汽车的首款 SUV 车型，长安新 CS35 秉承了长安 CS 系列简约时尚的设计语言，盾形镀铬夹层进气格栅，结合富有冲击力前杠的大包围式前脸设计立体灵动，采用饱满硬朗风格思维后杠和门背线条设计的尾部造型动感活力，在与简洁犀利的鹰眼式大灯相互搭配，以焕然一新的时尚姿态登场，阐释出别具一格的现代 SUV 风范。新 CS35 大胆采用新款双色座椅，沉稳的黑色与亮眼的橙色巧妙结合出明快温馨的感觉，包括中控台和仪表盘在内的设计也都偏向动感风格，为用户带来充满激情与活力的视觉氛围。长安新 CS35 延续使用表现良好的 1.6 升及 1.5T 黄金动力组合发动机，全新搭载智能发电机加 OAD 电子节温器、变排量压缩机等多项节油技术，实现卓越动力与燃油经济性的双向结合，尽享轻松驾驶。品质和智能是长安新 CS35 的上市关键词。作为长安汽车 SUV 的开山之作，长安 CS35 一直行进在小型 SUV 市场的潮流之巅，而随着长安新 CS35 的上市，其产品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，给更多的消费者带来卓越的用户体验，而超高的性价比也必将助力长安新 CS35 进一步巩固其自主小型 SUV 市场的标杆地位。酷六汽车重庆报道。